每次都会来买的饭团，开吗 ？OK， 超烫的饭团，现包现吃，太好吃了！拿到机票了，要去台南，然后现在这边是金门的机场。金门机场真的很小，然后大家只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左右过来就可以了。超方便，自来金门都会吃的小香肠超好吃，每次都喝的黑松茶花无糖。到台南了，我现在要先去民宿，在咖啡厅化妆中。我们的蛋仔面，杜小月的，然后有一锅是人家肉燥的，然后有个超黑的卤蛋。看到那家冬瓜茶了，喂，阿川冬瓜茶。这个花园夜市，哇，原来这就是夜市哦。哇，现在看到一个超爆炸的一整只的章鱼烧。一盒章鱼，一盒是65，两盒120，一盒5颗。上面挂的生蚝，遭受侵袭的章鱼烧变得有点恶心，我们现在要吃掉它。你在哪个？是在今天是比较好吃的。来，干嘛薯冰的？妈薯冰，哇，这看起来好棒。出门啦！现在我们去安平吃牛肉文章牛肉汤这家店，它的牛肉汤有好多哦，蛮好喝的，就在安平牛肉的对面，这家王氏鱼皮。王记鱼皮真的都是鱼皮，然
后有好多姜丝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肉燥饭，看起来超好吃。清新福泉就是这家很多 Hello Kitty 的店，它连杯子都是 Hello Kitty 的，太可爱啦，太萌了，都是 Hello Kitty 的少女心。周氏虾卷，这个是虾卷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前腹？我们现在来做台铁，这个是车票，我们要去高雄，台南886。소녀소녀백서그런그녀있어 You know 刚搭捷运出来，这边是美丽岛捷运站，正宗排骨饭其实就是便当啊。我的是糖醋小排，好少。然后阿伦的是排骨，我要当然要吃它了。我们现在来买这家不二家的芋头蛋糕，就是这个，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。这家店还有卖一些飘饼啊什么的伴手礼类，现在要把它打开，真的是芋头。超好吃，它有芋泥味的奶油，还有芋泥本泥，来高雄一定要试试。传说中的六合夜市，早上都是空空的，然后现在哇都开始摆出来了。传说中六合夜市有名的木瓜牛奶，然后我现在要喝看看好不好喝，我很不喜欢喝木瓜这种东西。木瓜味还比较清淡，不会说很重。阿冷正在尝试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有点像蜜瓜瓜类的那种味道，然后奶味也挺重的，可以试试看。大家跟昨天的花园夜市不一样，六合夜市是一整条街都是，感觉晚上会真的很热闹。我们现在只买了一杯这个木瓜牛奶，然后晚上打算去吃烧烤，现在先去别的地方绕一绕。终于喝到，我点的是薄荷巧克力的，阿冷的就是普通巧克力。我们在全家买到了这个酷冰沙，是的，就是它在微博上超红的，好喝。现在来六合夜市了，但是这边没有花园夜市那么多人那么热闹。来，白玉甘蔗，谢谢。但是这边东西会比较多。下一次牛，我们点的是玫瑰盐味的，然后它是下一次牛，就是骰子大小。哇，好咸啊！而且肉质没有很好，对啊，就烤得太过火了，又咸又老，踩雷了，不行。刚刚那家骰子牛实在是嘴巴都是苦味，哇，真的是很难受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大肠包小肠，现在来吃烤肉，这家烤肉之家，对，现在在排队选东西。高粱酒的味道超香。我们吃的烧烤超多，点了巨多。现在要去垦丁，高雄拼车到垦丁，然后我跟阿伦两个人坐副驾驶。这个草分木民宿后面有个吊
小窗。今天垦丁天气超好的，都是蓝天，然后这边就是海，超棒。大家来垦丁房下一定要坐好，太阳实在太大了。垦丁也太漂亮了吧，都是蓝色的，就像画一样。哇，我待会要来游泳。我们点了汉堡，然后三明治。下午我去海边游泳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垦丁大街去吃东西。垦丁好多狗狗哦，那只狗狗好胖，胖的有点走不动了，那只也有点胖。这边一整条街都是这种摆摊的。我现在去吃一家巷子内海鲜，我要去吃生鱼片。好了，就是它了，我要来吃生鱼片。它除了生鱼片还有一些热炒，这边的生鱼片好便宜哦，然后还点了个起源的眼泪。现在等上菜，12片才100台币，这个就传说中情人的眼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是要趁热吃哦。哦，好，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就是它冷了之后，它里面有水分，它渗出来就软掉就没了。好，那一起擦。邀请大家欣赏大美女，身材超辣的恩菲奶茶，今天喝50兰的欧莱青，就是凤梨心的，然后我点三杯糖正常冰，还蛮清爽的，然后有一股淡淡的菠萝的。